让我来教你弹吉他，让我教你弹木吉他 ，baby am I naughty？ 你好，我是贾木杜，今天来教大家弹吉他。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同学到底犯了什么误区呢？让我们继续干下去。拥抱琵琶半遮脸，对，没错，这并不是吉他的弹法，这是琵琶的弹法。这也不对，这是小提琴的弹法。让我们看。My friend, this is not cello。不对。让我来教你吧。吉他的弹法坐姿呢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你也可以这样做，你也可以这样做，你也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不可以这样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姿势摆对了，除了帅，弹吉他也非常的轻松哦。A minor G F E A minor G F E。